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11月24日，就昨天，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施正平借点案作出了一审的宣判，认定施正平犯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施正平的各项的诉讼权利。